好，大家好，欢迎来到观察猎的频道，我是 Steven。 今天这集呢应该可以说是所拍摄的最为特别的一集影片。我现在人呢是位在这个地方叫田中，那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属于什么县市，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听到这个名字，有些人就已经知道我今天要来拍摄的是什么。对，我今天要来拍摄的是2020年，可以说是台湾最盛大的一个马拉松，他们称作田中马拉松。那为什么我今天会特地想要拍呢？就是大家知道，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很多国家现在都还陷在锁国的过程中。可是没有想到呢，大家看到我身后，在全球锁国的时候，还举办身后这么庞大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这集呢，我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在2020年全球都在锁国的情况下，台湾居然还举办了最盛大的田中马拉松，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哦？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那现在我已经进到他们这个田中马拉松会场，哇，大家看我身后人超级多的。就我朋友跟我讲说田中马拉松很有名的时候，其实我是半信半疑，我想说那我 calling 就是怎么会有人愿意花钱报名然后来虐待自己跑了40跟20公里。可是没有想到大家，我错了，超级多人的。我今天来拍这个田中马拉松啊，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说田中马拉松沿途上面的补给呢非常的丰盛。我稍微上网查一下去年补给是什么，他们说去年补给有龙虾、炸鸡、牛排，哇，我就有点怀疑这到底是来爬马拉松还是来山珍海味大试吃。所以今天这集影片呢，我除了把2020年的田中马拉松的精华拍给大家之外呢，我要带大家来看一下他们的马拉松的补给站到底有多丰盛哦。10 9 8 7 6 5 4 3 2 1，刚刚大家看到的是他们全马组起跑，然后好像再过20分钟会是半马组跟健康组。当时我现在会赶快开始跟着走的，是因为啊，全马组它的极限总长是大概40多公里，然后我看到去年的他们说比较荒凉的那些好料的都是在30公里之后，所以就是等于说，如果我要拍的比较像是去年的龙虾啊、牛排、炸鸡什么，不可能要走到超过30公里以后，就算我绕捷径，我至少也要走大概差不多接近7、8公里。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一路跟着全马人一起走。然后刚刚跟着全马组的选手一起起跑呢，其实心里是有点小小的感动，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音乐跟那个主持人的那些声调，会使你的肾上腺素激发。同时呢，也是因为现在在台湾之外，还有很多国家还在锁国。可是没有想到台湾居然举办这么盛大的一个活动，也是感到骄傲了，真的。大家这好像是第一位跑者，哎，跑超快的，因为我已经切膝关节，我是用走的，他跑7、8公里了吧？就是我才走大概2公里的时间，他已经跑7、8公里，超强的哟。然后他们说田中呢是台湾的米仓，就可能这边是盛产稻米。你看我随便走走啊，旁边都有非常大的稻米田，好漂亮哦，金黄色的。我在这里有点害怕，我会不会拍不到任何补给啊？因为我光走到第一个补给站，我刚才其实有走到第一个补给站，可是它好像是补给水分，它并没有补给粮食，所以呢，我现在要走到下一个补给站了。刚刚的工作人员问我说你要去哪，我说我要去到那个清洁队的那个补给站。哦，他说你慢慢走，还有3公里。啊，天啊，我现在已经在想 Plan B 了，如果我没有拍到任何补给，我要去补拍什么东西给来补上给大家。哦。总算来到第一个补给站了，我来看看这边补给是什么。瞄一下，他这边的补给呢，就是单纯的水跟饮料。哦，好 ，OK， 那表示说呢，我要再往下一个补给站。下一个补给站呢，2公里啦，不会很远。天哪，他们在跑全马，我再走1/4吧。我快爆了！我真的不得不给这些全马组的人比一个赞，就是我们刚刚有经过一个牌子，它上面是写了12公里，就是只说这些全马组的人员呢，从起跑到现在已经跑了12公里，12公里耶！我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光跑那个3000公里，我就已经跑到快要哭了。他们居然跑了这个4倍距12公里，
就真的是要给他们几个赞，嗯，他们好厉害哦。我们呢又走到了下个补给站，这补给站好像也是算比较大的一个站，比前面刚刚前面那个要稍微大一点。这边又是水呢，茶是香蕉、西瓜、橘子跟鲜草蜜，哦，有点台湾的特色哦。水果还蛮多的，主要就是水果跟水，还有鲜草蜜，还有这边可以让选手稍微冲凉一下，感觉都还不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样往下个补给站走。不过我想问一下，去年的龙虾跟牛排今年到底死去哪里了？我现在走了有点点绝望，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有看到前面那个一望无际的尽头吗？天啊，下一个补给站还要走好久。我们去年的龙虾牛排今年到底去哪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下一个补给站。那对这些选手呢，他们已经是跑超过一半，因为我记得我前面看到已经是有二十公里的派，所以他们跑到这边呢，我觉得应该有到22或23公里，所以呢，他们已经是超过一半的路程。不过这一段路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都蛮疲惫的，尤其这段是上坡路，很多都已经是有点在步行。我刚刚也是爬上来，也是不行啊，不要讲他们。然后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什么，这边呢是蔬跑跟水，然后看一下食物那边，这边也是番茄、西瓜、橘子跟，哎，这边好像有个吃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面条，水果就跟前面其他一样，跟蔬跑。哦，这一串也算比较大了，东西感觉都比较齐。不过我想问一下，去年的龙虾跟牛排今年到底死去哪里了？我就是在他们市区附近啊，随便找了一碗藕，因为我很爱吃甜的，然后加上我早上还没有吃早餐，我先来一口。嗯，哇，好幸福哦，早上能吃上这么一碗冰。不过啊，我可能这种口味在韩国养得太重，我忽然觉得它这个藕一样，叫不够甜。嗯，真的，吃了冰啊，早上有活过来的感觉。然后我来谈谈我今天对就是甜德玛的感觉。我必须要说，可能这件事我真的是运气太差了，因为我看到他们去年2019年啊，他们的补给站哇，真是超级丰盛，有给到龙虾、牛排、炸鸡，真的就是真的是豪华大餐。可是你要想到我今年来拍呢，可能就当然我没有去完全部的补给站，可是我已经尽我所能，就是脚程能勾到的补给站我都去了，我大概去了，因为我有点数不清，可是应该差不多5个或6个左右。那我去了这5个6个里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它就是有给你面、鲜草蜜等等的，只有这两个比较特别的，其他的好像都是蔬跑啊、水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2020的甜豆马的补给站就没有像2019年甜豆马的补给站来的这么的精彩。不过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就目前在电视上看啊都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你实际人到现场呢，大家那种欢呼声啊，加上他们的跑者呢互相之间会加油打气，就会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真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有那个体力啊，真的是可以来参加一次田中马，我觉得你可能会有一点点收获。然后最后面呢，我也真的要跟来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跟在机场的海关人员跟你们说声谢谢。真的，尤其像我是从国外回来的，真的深有感受。国外呢，他们的疫情还在延烧，甚至有些国家在要重新锁国，台湾呢居然在这种2020年还能举办这么大型的马拉松，真的真的还是要再次感谢位在机场跟在医院里面的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我相信2020年台湾说不定根本没有机会办2020年的田中马拉松竞赛。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个特辑，那我们下集再见喽。